一场极其遗憾的比赛，大奎状态也回来了，卡拉斯科都拼到死了，这是阵容赵四儿两翼也废起来了，后腰秦胜也调度出来了，你哈姆西克，你究竟得多少轮才能达到中超的水准？你还要多少轮能踢得像个中超的球员的样？你这个意甲这水平都次到这种程度吗？这意甲就差到这种程度吗？你就跟不上节奏吗？你中超你就踢不了了吗？你还要让我们等多少轮？今晚7点直播，哈姆西克滚架！抖音。